让雪峰山成为他始封的坟墓。我叫吴北川，是个商人。我叫石峰，这件事情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快点！头人回来了！头人回来了！快！我们今天打了一只大老虎，孩子，让阿爸看看。哎呦，真可爱啊！叫阿爸，叫阿爸！我怎么觉得他胖了？辛苦你了。一对项链，你说咱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大了，咱们的事情是不是该定一下呀？那可不是。你呀，把这个拿回去做成项链，上面刻上真娘的生辰八字，我这个呢刻上阿娜的生辰八字，选一个好天，把项链一交换，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吧。从今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二少爷，山宝大哥，阿娜没有死，她长得很好，很想你。爹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呀？睡不着。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拿臭小子项链干嘛？
哟，是杏儿姑娘。告诉你们啊，这三个人票是自己找上门的，这回啊可看好了。哎，放心吧，跑不了。哎，走，进去。师傅，阿丽卡，阿姐，海根，阿山卡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怎么都被抓进来了？我们来救你的，但是失手了。阿爸呢？他怎么样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说话呀！阿爸被冉天明抓了。那你们怎么不先去救阿爸，却下来救我？你们，哎，啊！不怪你们，怪我。咱们一定要想办法出去。老天有眼啊，山宝大哥要是知道阿娜还活着，活得这么好，这么强壮，九泉之下也该高兴了吧。爹，你这么看我干嘛？丫头啊，你随爹堕入陆林，水里来火里去，爹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死去的娘啊。爹，爹想过怎么才能让你金盆洗手，嫁一个如意的郎君，过一个女人应该过上的日子，而不是刀尖上讨生活，整天被人家追杀，就是睡觉都要睁开一只眼睛。爹挺喜欢这样。孩子，爹决定选个好日子让你们俩成亲，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就跟他回部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想什么呢？我可不结婚啊！你别打我主意。这娘，哎，这丫头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来到我的面前？命运像一个淘气的孩子，抛下无数的谜题，却不给答案，而谜题本身却很是可爱。宋专员，啊，请啊，司令请讲。收租和抓人这两道命令，我只能执行一道。怎么，人手不够啊？冉司令不是有30,000屯务军吗？当然不是，但凡事总有个轻重缓急，在我看来，收租比抓人更重要。轻也好，重也好，都是司令在说呀。那好，我就请专员也说说。司令啊，劫法场这么大的事情，惊动了省府，必须得有个交代呀。我也知道，现在去找，肯定也找不到人。好，既然司令为难，不如这样。抓人的事情呢，就由犬子代劳吧。
你是说你们家宋公子？我看可以。我想宋公子抓几个人应该不在话下，是吧？司令有眼光啊。诗云，古有宋玉，今有宋奎，宋奎就是我，我就是宋奎。别说那几个暴民了，就雪峰山我旗棍给他断了，那我就仰仗贤侄了。司令您放心，这个事好办。不过您答应给我说媒那事儿，您别闭嘴，混账东西，越说越不像话。好，那我呢，我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一早就由犬子和冉队长一起去往白龙。那就麻烦宋专员了。哎呀，司令太客气，在下告辞了。请。敬礼。您别忘了，还是懂礼数的。哎，告辞告辞啊。哎，干嘛呀你？宋专员慢走。吞族这事儿确实让我伤脑筋。司令，这宋世莲让他那个缺心眼的儿子宋奎跟我一块去抓人，这分明是想挑起是非，他好坐收渔翁之利啊。明天你去部落只办两件事：一，宣读命令；二，给我看住了这宋奎，别让他胡来。是，去吧。少爷，爹，我刚才看见那个姓宋的了，他又来找您什么事儿？还不是催租抓人那些烂事儿，这些事儿我已经交给冉豹去处理了，坐吧。爹，卡莫被抓，如果租催得紧，逼急了，我怕会出乱子。我找你来，就是说这个事儿。一旦事变发生，你的黑旗大队，就是湘西的中流砥柱。乱世求存，靠的就是枪杆子，谁的拳头硬，谁的命就硬。过两天等卢有忠好了，我让他过来帮你。爹。我不喜欢卢有忠这个人，我觉得这个人太残忍。哼，慈不掌兵，义不掌财啊，残忍。只有残忍带出来的兵才是虎狼之师，懂吗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是。那卡莫那边怎么办？要是处理不好，真出了乱子，那就麻烦了。这是宋专员塞给我的一个烫手山芋。你不接也得接着，先关两天再说吧。明白了。小姐，哎，二爷，二爷醒醒，醒醒醒醒！哎，爷，快醒醒，快，都什么时候了你？哎，不是你不睡觉，你跑我屋来干嘛呀你？这都啥时候了，你还睡觉呢？
你说我这活了20多年吧，从来就没想过男女之事。冷冰兰一人说是爷的男人，你说我睡得着吗？啥？爷，病了吧？这是，这啥孤爷男人的？我听不明白了，我都行不行啊？我骗你干嘛？告诉你啊，我爹昨天晚上跟我说了。就那死野人啊，小时候就定了是爷的男人了。你说我吧，冷不丁的给我送个男人来，我这心里还真是扑腾扑腾扑腾的跳。那个，但我想好了啊，我得先跟他了结了恩怨，你说是不是？爷，吃早餐，走走。石峰是山堡头人的儿子，就是小时候跟我们一起玩的阿娜。二爷，我大哥，石峰虽然可恶，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。二爷，看在我的面上。龙德浩，哎，哎，我看你当土匪委屈你了。你得当菩萨，菩萨，这可也不能把我的救命恩人给杀了呀！他救的你不是爷。哎呀，二爷，瞧你这。放心，爷不杀你。这第一刀是你救皇家那小丫头跟爷作对，这第二刀是你在前城大街上坏爷的好事儿，这第三刀是你这次上山来捣乱。安娜，石峰，你们这帮混蛋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给他上药。把酒拿过来。
小宝，什么事儿？大哥，我们大当家的真是你杀父仇人？是。可我觉得不像。你想啊，如果真是仇人，我早就把你杀了。那你告诉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我也不知道。只不过，之前我找大当家的求情，叫他不要杀你。可他没说杀，也没说不杀。他只说了，说要先关你几天。照我看，他是想让你入伙。他让我当屠夫，那就让他杀了我吧。哎呀，大哥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如果大当家的真肯收服你，你就先委屈一下，低个头，保命要紧呐。兄弟，谢谢你，我不会向秦八子低头，我石峰不会向任何人低头。哎呀，大哥，行了，回去吧。五爷，您来了。哎，拿着喝酒。谢谢五爷，您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说实话，南云君，在中国只有在你这儿我才能找到家的感觉。家的感觉还要靠他呀。罗西索拉西，北川君，我提醒你，你的工作十分重要，所以要更加的谨慎，即便是在做梦的时候都不要讲日语，你懂吗？是。好了，倒酒。上面指示我们在任务区内要尽可能地破坏当地的生产秩序、经济秩序，尽可能地扶持和扩大我们自己的实力，届时帝国的战旗插到哪里，哪里将变成黄道乐土。我们的任务区就是湘西，其他的地区我们只能羡慕地看着其他谋士大展拳脚了。南云君，湘西各部落一直受制于国民党政府，从清朝延续到现在的屯政制度就像一颗炸弹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，而我的任务就是要引爆炸弹。很好，那我祝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多谢南云君。干杯。干杯。还能休息啊？是。哎呀，八代大叔，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我们派人一直迎到了雪峰山下，都没找到他。哎，看来他们是陷在雪峰山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陷雪峰山了。哎，头人不在，你可得拿主意啊。对呀，是啊。这秦八子呀，本来是我部落中人，和头人的恩怨从何而来，我也不得而知啊。这秦八子呀，他不会为难泰根他们的。泰根他们不会有危险。是啊，现在为难的是怎么把头人救出来啊。不好了，八代大叔，不好了，
又怎么了？土军又来了！啊，土军！这是哪儿的？白龙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啊！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把我老婆奥利卡他们藏哪儿了？我已经告诉过你，没有看到他们。我哎，你太阳的大胖子，你打我干嘛啊？你知道我爹是什么？你啊！我这是打你吗？我这是教育你。我专员的儿子就能胡乱杀人？就能这么没有教养？喂，啊！谁没教养啊？我杀他了吗？啊？他死了吗？啊？你死了吗，老头？你报应个，你让他看看。再说，梁队长，咱俩是一伙的，我这次来不就为了给冉司令弄几个妞吗？您放心，你也有他，我先给您抓。不抓，捡漂亮的抓。抓什么？我他娘的，看你敢！都给您，都给您。全体睡醒的都有。收队。步兵，收队。李忠，向右转，起步走。爹，爹，他来了。还绑着，快松开！不行，你松开，万一他捣乱怎么办？哼，松开！你们出去吧，坐。
你原来是我爹的部下，当然知道了。我是你爹的部下，不错。我是你爹手下部落的兵队长，不过我还有一个身份。什么身份？叛徒吗？<笑>我是你老丈人。当年你爹和我指腹为婚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。真娘满月那天，我和你爹打死了一只老虎。 你爹说是双喜临门，认为是上天赐的珍宝。我看这孩子就叫珍娘吧。爷的名字是山宝伯伯起的。不错，是山宝大哥。<笑>你骗人！你根本就不是我的老丈人，你是我的仇人。阿娜。 你的那条可是真娘的，你们俩小的时候，我就和你爹定了娃娃亲。大当家，是我误会你了，我石峰被人欺骗，请你原谅。但是最后我还有一个疑问：如果你没有出钱收买卢有忠，他为什么要杀死我爹？这么说。 是卢有忠害死了你爹，他把我踢下悬崖，是卡莫大叔救了我。卡莫。后来，卡莫大叔让老管家把我带进森林，教我武功，保护我。真没想到啊！我误会了卡莫。当年他反对起义，我还认为是他害死了山宝大哥，差点跟他拼命。不过。 你说这卢有忠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，可能是杀害你爹的幕后指使。谁？冉天明。冉天明。对呀，当年我和你爹正准备发动起义，冉天明掌管着军务，杀害你爹也在情理之中啊。而且，放眼整个湘西，能指使卢有忠的，除了冉天明，还会有谁呀？ 我终于明白了，卢有忠竟然欺骗我。我现在就去找他。等等，阿娜，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，报仇的事，咱们一起干。你先在山寨里先住几天，咱们好好谋划谋划，再去找卢有忠也不迟啊。按照规矩的话，我看，你也别叫我什么大当家的了，你该叫我一声。 爹，哎，什么反应啊？瞧不上我是吗？真娘，怎么能这样跟你丈夫说话？快赔个不是！赔什么不是？秦叔叔，我不能娶真娘。怎么，阿娜？ 你要毁了婚约吗？第一，我大仇未报。
从来就没有想过成亲的事情。第二，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姑娘了。你喜欢谁啊？你认识，黄夏。